塑料倒进去。咋了个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太阿蕊。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道，蚂蚁上树，准备了一点红薯粉，还有一块牛肉。红薯粉太多了，我们先分一部分出来。粉丝给它，然后捞出来，过个凉水。用清水冲洗一下，防止等下粘连粘在一起。妈妈，有剁碎大蒜一个。香辣酱一勺，一天拿不出来拿不出来，这个什么？来两勺盐吧，一勺胡椒粉，把佐料倒进去，酱下进去，鸡粉也倒进去，红盐，盐巴。胡椒粉，我尝一口。再尝。就是今晚不是比较饿，不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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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